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聪啊。咁嚟咗香港咁耐啦，都有啲挂住澳门啦，挂住间房啦，挂住啲朋友，挂住啲兄弟。喂，家聪，听讲你挂住我喎？咦，你又知嘅？一世人啊，兄弟，有咩我唔知噶？喂，咪住，你打得过嚟，实有啲嘢嘅。你讲啊，咩事啊？冇嘢就唔可以揾你啦咩？挂住你啊嘛，不过真系有嘢同你讲啊，就系想讲翻个 Mamo 最近又 upgrade 咗 Windows 11，界面好型仔，而且 desktop 随你心水想点 set 都得。而我用嚟打俾你呢个 Microsoft Teams， 唔单止可以远距离同亲朋戚友见面倾偈，仲有埋投票功能。你有咩唔满意，我都可以即时决定。同埋无论你拥有边个版本嘅 Windows， 你只要 upgrade 最新嘅 Windows 11。就可以享受型仔简约嘅界面，充分运用荧幕嘅空间，贴合你个人化嘅需要。我哋仲可以随时用 Teams 同身边嘅人联系，其他 OS 同装置都用到噶。而且新版 Teams 系完全免费嘅，只要一开就用到。唔止啊，听讲呢个 Windows 11仲专系为游戏而设，内置咗 Xbox 应用程式，做完嘢想随时打翻部机轻松下都冇难度啦。喂，你有冇听我讲嘢啊？哇，老细，你咁突然打嚟买广告，又阻住人打机？我买咗 Xbox PC Game Pass 啊，一齐打咯！哇，有 Xbox Game Pass 咁正，去想玩就玩，快啲嚟啦！又似，好啊！喂，你好啦，无啦啦大人卖广告不但止，啊，仲要人工又唔加，玩机咪赢埋我，你信唔信整多块广告牌搞你啊嗱？你又冇咁嬲住，咁我真系知道你挂住我噶嘛，所以你几时过嚟噶？挂住你，咪过嚟见你咯。Windows 11崭新时代已经正式登场啦，大家快啲 upgrade Windows 11啦，就好似我哋咁，与你所爱更加贴近。哇，你仲买广告啊？Windows 11真的好用啊嘛，到时候我叫晒全部朋友 upgrade， 到时有咩 Teams 见。我一场嚟到香港，系咪要带我边个威先？可以啊，飘移你啱唔啱？飘移啊，唔啱，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聪啊。今日有咩做呢？今日咧，话说系应该两年前、三年前，咁我同阿多姐咧就去咗日本啦，咁就玩呢个漂移啦。咁当时就俾当时嘅教练，咁就曾经赞过我。怕怕咩？冇卵用，冇卵用。决定用一雪前厕所，今日就嚟到呢个 HKGSA 嘅漂移场呢度啦，玩一玩漂移。因为上次其实比较多人嘅，咁所以其实我学嘅时间唔系太多。咁啊，睇一睇今日我嘅成绩会系点样？我哋而家就开始啦。好啦，咁玩之前咧，你見到後邊啦，師傅就喺度噴緊嘢啦。咁有咩用呢？咁嗰笪地咧，咁就有啲水啦，會跣少少嘅。咁我哋新手嚟講咧，咁漂移其實就係講緊架車可能失控啊咁樣，有啲水分跣啲咧，咁容易漂啲啦，就亦減少個燒胎嗰個樣嘢，同埋啲聲會細啲嘅，咁就唔怕嘈親附近嘅人啦。中意你中意可以求婚都得嘅，即係雨中咁樣求婚其實都幾浪漫。下次我哋咧有興趣都嚟試一試咁樣。立即變黑曬，亦不得錯。打完水啦，咁佢依家就會揸架車啦。揸嚟揸去有咩用呢？其實就係汪一下部車啦，同埋咧就咁啱灑咗啲水喺地面嘅。咁佢依家就揸下啦，咁就令啲水嘅分布平均少少，等下為咗我哋一間咧打嘅時候咧會再順利少少。有冇人係唔識揸棍波？我識揸波。哦。依家我就證明咩？係你識得理論咧，係冇用嘅，你一定都漂唔到嘅。OK， 雖然我依家講得出，但我做行做唔到。好似話緊我哋講廢喎。唔係，好意思啊，我講廢啊，得啦。當啫咩？唔係，先先講先。OK 啦，依家咧輪到我上去蠢菜師傅嚟體驗下先，跟住我就會嘗試下漂移啦。咁呢度麻煩你啦。哇！一分鐘我當你贏，一分鐘嘔啊，半分鐘嘔。
有冇呕吐袋啊，大？好晕啊！我想呕啊！师傅，你对于我的技术俾啲意见啦，好嘛？新学的学生咧，其实差不多嘅，都是大部分学生错的，就是不肯俾嗰脚，你每一脚记住踩佢 ，bang bang。但我想问师傅，即系有冇人试过玩完之后呕啊？冇啊！我就忍住先，我唔做第一个。我剛才看你玩地方寫十九幾次的點撚樣揸㗎你？關我事啊！關咩事啊？我唔係天氣太曬，架車過熱好啦。冇事嘅，但你嗰個有冇天分啊？你的天氣十足㗎，喺死火方面、漂移方面咧，漂移方面有好大的進步空間嘅。你嚟多十次八次都 OK 嘅，明白？OK。頭先咧，大家都試咗點樣去做漂移啊？咁其實大家錯嘅嘢都係一樣。當然個點係咩？一號架車甩咗過嚟，大家可以過到嚟呢個位置。前嘅頭先講嘅嘢係要温柔，當我跳到過嚟之後就要開始步嘅，即係前氣就温柔啲，你轉係啦，轉個方向，氣喐就粗暴啲，即係好似條女咁，你冇由一零就嘅。嗱，咁佢入到路啦，咁睇下我換咗用咗新嘅溝通方法咧，又領唔領悟到啦？我哋下一轉就知道啦。OK。哎呀，好攰啊！一快啦，依家得我唔得咋，好似男人都起得咁快。我擺藥俾你啊，我唔記得咗。係咩？起筍，你頂到太盤，你試下，即係明明轉左突然間好難咁。你有冇見過牙籤頂太盤噶？你以為呢只係我只腳嚟嘅咩？我跛噶。我而家開個盤口，可唔可以咁噶？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二來嘅呢邊一盤一，係你哥。冇理過我感受啊！呢班人。我都有尊严噶，呢班仆街依家当做阿木啊，知唔知啊？佢当做阿木啊，佢同校长乜分别啊？我今日要证明我唔系阿木，我系拓海，仲要逃运，小事冇卵用。你见到我踩盘冇乜点喐啊？又纯粹都系嗰只脚，你中意密啲踩又得，咁样踩又得，好加油，到你啊 ，OK， 即系差唔多 feel 到就嚟就喎，系啊，咁样应该可以帮到你。師傅啊，第一次成功，你有咩感覺啊？好開心，好開心啊！終於得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好似屙咗粒屎出嚟嗰種感覺。OK， 喂，唔好撚再死火啊！陪撚死我啊！收手。成功了一次喎，係嘛？你 feel 到有啲進步啊？我 feel 到師傅有啲進步㗎，對住你，冇錯。但我開始掌握到嘅其實，頭先仲一波定二波啊？二波。你得嘅時候一波定二波啊？都係二波。係咪啊？係，冇男人中意一波啊！波一定要兩個。食飯先啦，依家。點啊，楊姐？識飄未啫？我其實我差唔多㗎啦。差唔多咩啊？差不多瞓，差唔多瞓，係呢個鐘數差不多要瞓。啱啊，師傅有話咧，其實原來阿 Billy 唔啱我，我條命係揸寶馬嘅。啱啊，咁嗰個係正波定棍波？棍波邊人揸住？廢柴先揸住波。啱，講到寶馬棍波食飽飯，睇我咩料呀？死火，能夠成為一個專業嘅漂移車手咧，就睇你過唔過呢條罅。呢個罅咧，其實真係啲雜嘅，但係咧。只要咧呢個輕巧嘅身形咧，就會過到噶啦，冇問題嘅。我係一個專業嘅車手，所以我過嘅時候都係過到嘅。真係咁樣 ，OK。
OK， 加聰，咁啦，揸咗三節咯，好似係咪？係兩節啫，兩節。嚟緊第三節，喺你揸第三節之前咧，嗱，不如咁咧，我揾個專業啲嘅漂移車手，嗱，家姐呢度，一拖二，一個專業嘅車手，靜坐有咩感覺？不過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，保持住唔嘔嘅話咧，咁就贏噶啦。OK， 嚟啦，喚醒翻我漂移嘅細胞。醒你啦，系啦，好听啲叫点醒你啦，唔好听点醒你啦。大啲啊，我唔怕。好啦，咁你打算今次死几次火咧？咁啊，每死一次火，我就叹一次气。好嘛 ，OK。啊屌！问题咧就解决提出问题嘅人，我怀唔到雪糕筒，我就车冧个雪糕筒。阿辉师傅啊，点解你要出千帮佢拉 handbrake 先？咁你都知道，即系我哋咧就绝对接受唔到出猫呢样嘢噶。我接受唔到噶，得啦真系，佢真系唔得啦。但系你飞唔飞到我啲进步先？有噶，飞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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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飞到飞到飞到啊！辉师傅喺情急之下都觉得自己条命紧要啲嘅。咁啊，好啦，为咗你准备咗架特别嘅车，希望今次完成你嘅漂移之旅，我哋预备咗呢一架 Pisa。有咩唔同咧？呢架车都系有支棍，不过呢支系你最中意嘅自动棍。废柴先揸住唔过，冇可能。你咪废柴咯，咁都系。咁試下啦。咁阿 Ken 哥今次咧就係最後一次為你服務噶啦。Ken 哥有冇人試過揸自動波漂移啊？都有嘅。師奶，上次師奶坐完，你睇下聞唔聞到佢嗰陣味。唔係，好簡單啫。師奶都可以漂移，加充漂唔撚到移。OK， 完。使唔使開冷氣俾你啊？喂，有冷氣，有冷氣㗎。喂，開埋冷氣，啱啱就係個温度啊。嗱，加充冷氣又有，自動皮又有，師奶都可以漂到移嘅車。今次冇藉口到啩？試下啦，好嘛？再見啦。我做乜部車喺後邊嘅？哦，唔使啊，你当佢睇唔到，睇唔到，系啊，佢俾啲压力你啊，俾啲压力我，系啊，你唔使惊啊，你照做翻自己得噶，佢都俾你噶。觀眾，我哋最尾成功咗。但我想講，我本身好開心嘅，但我最尾發現阿 Ken 師傅咧，原來佢都有輕輕喺隔離同我拉咗個手掣。
先？原來佢有笑先，佢有笑就可以發現。我臨尾先發現，咦？即係今日挑戰失敗喎，你。你挑戰成功，起碼我將我同師奶分開咗。是但是不要緊的，剛才輝師傅立刻出來跟你玩一玩吹走，給你一點壓力的情況下，你會不會揸好多？有一點點的，因為我們 車手呢，其實有時候我們飄移都會聽馬聲。誰是車手來說？我啊，你是車手？我車手。你何時做車手？我副 Kender 的車手。OK， 那不要緊的，我們體驗嘛，體驗一定成功的。但是再一次證明其實飄移不是真的那麼容易的，那其實真的 respect 他們，但是我覺得我來多兩三次，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成功的。今天就是這麼多啦，多謝大家，有機會我再玩一下，我之後應該會繼續玩的，到時成功了再看看我的成績，好嗎？咁哇，同埋我哋林仔不得了，今日 MVP 林仔，我嚟夾佢嘅咩託咩話？託海，唔係始終我真係開發路，我係場唔好，冇發路俾你。場冇問題，有我見到新辦印地，新辦唔得，我始終我揸到老大羅俾我教咁多。我哋今日體驗真係話，我哋多謝大家，我大家記得訂閱埋林仔個 YouTube channel 好嗎？好，再見大家，拜拜。Like, subscribe, share, 多謝，拜拜。